春风微微阵阵凉，孤单唱着小宝的歌，无人作伴的深夜，甘愿失眠为你疼，月光微微照心情，孤单唱着小宝的歌，无人过问的深夜，心孤单等啥？是我对爱看甲遐尼重，是你冷淡的态度，让我心飞寒。算我对爱看无未来的心肝，不通笑我无脚砖。不是我对爱看甲遐尼重，是你冷淡的态度，让我心飞寒。应该就是这件。万中万特写，万的代表，阿公、子彤、顾明华，伊一定在内面。我突然感觉万中怪怪，敢若倒位无够。妈，怎么无时间插伊啊？是你比阮较好紧啊？内底有可能还佫有万中的人，大家细意的。我们先把子彤传走，这样搞我来处理。我不会走，我不会走，不管我爸跟上进去，我不会走。我已经跟伊分开三十几年了，如果是我害伊变到安尼，我无想要再跟伊分开啊。林鸿基啊，你想卖吵？你有够专心的，看卖哪个这炸弹拆掉了。计时器搁袂当叮当掉，他卡掉会开关。你马上就过年就会爆炸，看来是我以炸弹本身的下手。这炸弹本身设计是有熟悉的，我只要劈开的连接线，这炸弹应该就逃会开啊。阿姨，危险呐！将军，家连放一下，搁子彤先带出去。阿丽呢？你嘛出去，你拢做出去。我嘛出去，我要跟爸做伙啊！阿姨，你出去啊？保留实力，以后再替我报仇。啊，你醒醒啊！大家进来看哦，上大的宴会哦！
恁大家退后。独角帮我卡掉，再有分歧啦！开门，开门，开门，麻烦去啊！我卡掉了，叫去我家。开门。爸是无消息呢。一定是你，甲阮爸安怎对无？你甲阮爸藏伫个啥物所在啊？还是讲你去甲伊害死啊？我害恁爸要创啥？伊是阮人呢，我无代无志，是安怎要害伊啊？哼，迄嘛真歹讲啦。就参照你卖海静玉同款啊！你常常久久讲静玉是你的仔仔，啊，不过你嘛是同款要设计，要害死伊啊！我哪有啦？你唔免阁搞结空结戆啊啦 ！Ryan 已经把你设计要害死静玉的证据拢摕给阮爸。阮爸本来咧甲钟雪清咧算账，唔才会走倒来找你。你家阮爸还阁对你动手对无？谁知影你的身份啊？你着要甲伊毁掉，阮全家伙仔拢无够你抬。我早着甲阮爸讲过啊，你这个人上界自私啦，阁讲啥物甲阮有亲情，迄拢是骗人。当初阮爸着无应该收留你，是恁爸逼我做地扫员的，敢是我自愿的啊？我是无拜托恁爸，好，我冒充恁妈哦。我若知影你这款查某囝，就算伊拜托我，我嘛袂来啦。那安尼你搁死偌伫遮，唔知是咧创啥？我若是今麦包好款款做我走，恁爸绝对会先死给我看。就算阮两个啊，我甲变过，阮嘛做伙对我，袂互相伤害。那你是安怎？阮爸倒来找你算账，会遐尼无头无尾，雄雄走出去。我有甲伊讲，叫伊莫甲算啊遐尼清楚。即马上重要是想办法，安达恁阿公。啊，伊敢若有甲我话听入去？后来伊就雄雄放手，啊，就做伊走出去啊。我听你咧唱歌啦，无可能啦。阮爸哪会变甲遮尼奇怪？伊敢雄雄改变动作？你去骗三花囡仔，拢无人要相信。哦，实在状况就是安尼啊。我甲恁爸手机啊互相定位，伊向做主意，我嘛感觉足奇怪啊。
伊先走去提卡，然后佫走去山区。哎、欸，哎、欸，伊倒来啊！爸，啊，你算怎倒来啊？我找你找足久的，你规下晡是才去倒啊？我就去处理哦，我应该处理的代志啦。给遐动物的石头拢刷走，遐动物的大石头，叫我安尼，砰砰，怎么都崩掉？爸，是干啥崩掉啊？你走去地界，后来佫走去我唱宋林峰的山区。你是把他们弄怎样啊？哇，我的水母特别安排这么好的地方，让大家可以在山顶看烟火呢，真的是我的好福。你敢知道那地青坡跟宋林峰还有林祖彤叫我呢蹦去地上啾蹦变成流星了。爸，阿公又无去啊！你那真冲动啦！遐个人拢牵连到真侪其他的人呢。死狗，总说清风有德。啊，你是按什么样的处理？啊，搁有陈文瑶跟景玉，绝对无可能帮恁耍。哎呦，是咧惊啥？我跟恁讲哦，迄地青埔的位置，我已经摕到手啊！哈哈哈！哎呦，地界子拢是你的呀！咱哦，都当好好食困啊，家己啊啰里啰嗦哦，拢赶走，拢赶走哦。你看，你看，你看，我还用几号律师哦来处理啊，好在位置哦，先好啦。以后哦，你世界集团贵的东西，咱来呀。啊！我就是世界国王，你呢？就是世界王后，咱哦都大富大贵啊啦！爸，你安尼做，敢真正确定无问题？没哪有啥物问题啦！啊，你哦，就是咱个世界集团的公主啦。是讲这精油吼，无听话，无乖啦。啊，你以后哦。把所有一切拢我你来继承，好重要，跟咱当听你话，安尼好不好？好是好啦，啊，不过这个人一定会找咱算数，尤其是吴辉华，伊甲阿公阁是好朋友，伊无可能计点点的。吴辉煌明仔载哦，伊会想要娶某对不？咱哦，都装水水。去的婚礼上哦，甲因遐个人哦，好好踢笑一下，好。你莫冲动啦，既然钱已经到手啊，咱来想办法转移，也袂当让人发现。咱甲田青波、宋林峰、甲林子彤死有关系，然后煞袂起一站嘛。啊，小撇的风头，啊，恁来颠倒去因的婚礼，啊，恁毋是就找麻烦？啊，无恁两个即摆是安怎啊？我辛辛苦苦走去山顶放烟火呢，啊！恁煞直接给我泼恁嘴，啊无，你到底想要做王后，要做公主无？啊，若无爱哦，都杀啦，出去，拢搞出，拢搞出，出去啦，出去啦，是这意思啦？是啊，是啊，爸，我只是惊讲要搞什么事买，唔是要甲你泼恁嘴。既然代志做拢做啊，啊，咱拢徛家己只船呢，爸，我一定徛你这边的啦。对了对了，阮会甲你徛同一个立场，袂反对你啦。既然安尼哦，都莫甲废话啦。明仔载哦，赶紧拢甲装水水，咱去迄婚礼上哦，出只风头咧，看伊海人一个一个拢变作苦瓜面啦吼。曹源，你几个人敢那拢怪怪的？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时间去病院小看一下？是要看啥？要看医生哦，你两个手牵手去看啦。切，面大甲你讲，无闲规工哦，我要忝死，我来房间休困啊。
爸真正怪怪的，伊的宝就是安尼啊，甲杨勇变一个人呢，好抢就抢，我安怎挡拢挡袂牢呢？也毋过，阿公敢真正已经，哎，恁爸遗嘱拢提出来啊，啊顶面签名，确实恁阿公的签字无毋对啊。反正咱就爸安尼快刀斩乱麻，等到才是上清气的做法。我嘛毋知啦，有你做拢做啊，也无后悔的药通食，时到再看事办事啦。袂当伊妈妈的身份陪你出嫁，啊，不过吼，至少会当做你的好命婆，祝你一世人幸福，那呢，我就心满意足。人咧饭店嫁娶哦，啊，这甜汤甜茶哦，饭店拢会传遍遍啦。啊，阮阿姊哦，咧嫁查某孙。啊，煞甲饭店哦咧烧纸船咯。恁阿姊都毋是迄种食生领便的人工，伊就想讲新娘房甲迎亲的所在，亲戚拢穿好势，啊，其他的礼数应该爱咱后头厝的人亲身准备，毋才有诚意。阿是妈，你较了解我。国庆啊，你先甲伊甜茶甜甜的，因为一年一岁会到呢。好好好。哟，工人人到啦。来来来，大姑公好出马，进去进去。好，好，好，我来。王鹏，你是？啊，我是亲戚的好命婆兼媒人婆啦。啊，丽萍姐，啊，你拢穿好啊？你来就早来啦。啊，我就想讲吼，我是亲戚的好命婆兼媒人婆啊，所以讲我伫伊边啊讲好话啦。啊，恁已经请媒人婆啊？唔是啦，我是晴天的阿祖，欢迎欢迎。哦，我是晴天的舅公啦，你好。哦，原来因都是客群的阿妈跟阿姑哦。你好，你好，我叫秀兰呐。啊，我的翁婿吼是环宇集团的总裁。啊，不过你唔免这尔客气，叫我总裁夫人。大家熟识吼，都是有缘，都参照一家人同款。所以讲吼，恁叫我秀兰就好，安尼哦较亲切。哇，这间房间袂歹呢，哦，光线好，啊，装潢又够气派。我原本阁想讲哦，丽萍姐啊，恁家哦，伤过细间，若要迎亲的时阵哦，会伤过矮，想要叫你来我的饭店讲。那这点，阮亲家因早就替阮想好啊啦，啊，就准备这日月星饭店啊，一定甲晴天伊只客娶，啊，阮晴天会当舒适过面子过过啦。这拢是不假传的哦。晴天哦，真正是找到一个好来家呢。啊，未嫁过去，都予人咧疼命命，把伊当作是亲查某囝，赶快安尼疼惜。天公伯，真正足感谢你诶，会当予晴天有一个幸福美满诶未来，真正足感谢你诶。请问，你甲阮晴天是实在真久啊？是啦。啊，我都想讲吼，白白拢是查某人啊，若是要嫁着好翁哦，迄是爱靠运气的。毋是有人咧讲，嫁着好翁靠翁婿，啊，若嫁着歹翁，都爱掠翁家啊。我是咧替晴天咧欢喜啦。
我知道你足疼小晴天的，多谢你啦，多谢你无去养阮晴天。丽萍姐，是我爱感谢你，把晴天请到这尔好。啊，我的意思是讲吼，你真正足够教的，才有好多把晴天吼变做一个这尔优秀的记者。欸，这算是吼新闻界hockey。啊，好起啦！秀才，是你唔甘嫌啦？哎，我也无创啥，拢阮晴天伊家己拍拼来。是啦，是啦。啊，对啦，啊，晴天嘞，伊刚准备好啊？好啊，伫个新娘房咧休困，啊，有两个伴家咧陪伊啦。啊，那呢，我先去看一下新娘嘞。哦，好啊，好啊。啊对了，秀兰啊，你出去哦，正晚啊，行到底。多谢你，平姐。吼，我这个嘴真正是哦。我看哦，哎，这总裁夫人哦，怪怪的，啊，非亲非故啦。就算哦，搁较好嘞，也是搁较热情哦，嘛无人参像伊安尼讲到要哭要哭。是啊。但是唔知影的人吼，佮就是讲伊要嫁查某囝咧。其实我本来佮恁同款，嘛有这种感觉。啊，不过吼，恁若佮伊加接触几届，你就知影秀兰这个人伊的个性足豪爽、足热情的，以后恁就惯习啊啦。嗯。阿爹妈，你安尼哦，自透早就对我无用这无用那，一定足忝啊。你休困一下，我来把迄甜汤佮甜茶准备好就好啊，吼。无喏。你是嫁查某孙，我是嫁囡仔孙嘞，哪有放过我的道理？我嘛来斗三工啦。嗯，好。哎，来呀啦，来呀啦！这个一定吼是依林哦，因来迎亲啦。嗯嗯。不过不过不过，新郎蒙破柑，年年好年冬，新郎蒙破果，代代子孙。好结果！哎，等下等下，我袂记得啥，袂记啥。哎，拄才伫车顶才甲你提醒过，你阁袂记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啊，先忘吼，忘者忘者忘者。来，你哦，读册拼事业哦，拢袂落过去，就敢若带青天这个代志哦，会形容失常。无怪人咧讲陈龙爱，就变作是一个戆人啦。请问姑公，我今麦敢袂当去看晴天啦？啊！哎呦，到底是在着急啥？想食甜汤啦？是啊，总是害阮后头厝哦，小招待一下。阿祖阿妈，我紧啊，我袂枵啊。你袂枵？阮呢？这是礼数，袂当跳过浪费。哦哦。晴天，虽然我甲你实在无外久，啊，不过我想要甲你讲一句话，你真正足水的，尤其是今日。晴天，伫你要结婚之前，我想要甲你回一声实嘞。你现在要甲我回实嘞啊？你应该袂是要甲晴天抢玉玲吧？没吧？啥？啥要甲晴天抢玉玲啊？你哦，我咧讲哦。就算讲你是西施转世，把不准破坏伊的感情哦。无啦，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啦。哈？安尼搁较嗨呢？哦，你还搁这尔少年的，你都学人什么双脚踏双船哦？啊，你是咧笑啥啦？我讲唔对哟。阿姨，我拄只是咧讲生笑的，你哪这尔认真啦？啊？我阿妈若是敢若听到这句哦，唔知头唔知尾，也欢迎来甲伊同款啊。啊，所以讲无这回事哦。嗯。啊，安尼就好啦，安尼就好。啊，不过阿姨，你拄仔表情都参出捍卫小鸡的母鸡同款嘞。啊，今日哦是晴天大喜的日子啊！我头拄仔雄雄听到这款话哦，我当然嘛替跑不平啦。
拄只有小可激动淡薄啊，歹势啦，歹势啦哈。晴天，给你结婚之前，我想要好好甲你回一声实嘞，因为咱从高中开始，阮就一直欺负你，其实是霸凌。啥？霸凌？啊，晴天是欠恁的哦，你啥都要霸凌伊啦？阿姨，迄拢过去啊啦，你就莫甲伊骂啊。我阿嬷甲我讲哦，做人就爱向前看。啊，少年时阵毋捌代志，难免犯错嘛。啊，只要改过自新就好啊。你看，毋拿了蒙之，连许思维哦嘛变好啊，安尼就是上好的结果啦。做你的朋友，真正是足幸福的。今仔日是我的好日子呢，啊！等下我要拜拜我阿妈，啊！结果却是你先哭。来啦，坐起来。自汉辛苦毕业啦，拢这尼啊善良，我甲伊完全袂比的。阿姨，你是安怎啦？啊、哦！无啦，我就想讲吼，想袂到晴天会拄到这款代志，佫这样会晓原谅别人，一般人真正拢做袂到安尼呢。我听了了，真正足唔甘，嘛足感动的。你阿妈真正甲你教了足好。我阿妈常常甲我讲吼，人咧做，天咧看，爱做一个善良的人。安尼一生就会心安，啊，就算哦，啥物拢无，人个袂当无良心啊。啊，对啦，我有一项物件哦，袂好哩。嗯？哇，是新娘花呢，足水个。阿姨，这足水个呢。啊！你是倒位买啊？我家己做的啦。啊！我都想讲吼，第二日结婚即天，我一定要亲身家己做。一个春兰花要送予你，予你插在你的头壳顶，会当予你喜事有余，幸福到有春，福气一直来。多谢阿姨。来，你坐，我替你插在头顶。想袂到我阁有一天，会当伫个查某囝结婚的时阵替伊插桃花。晴天，你的头毛足嫩的，足好摸的呢。我阿妈有甲我讲啦，我的头毛是真着阮爸，伊的头毛嘛真嫩，真好摸。确实，恁爸爸的头毛是足嫩的。哦，我的意思是讲，迄头毛嫩的人啊，拢足有才华的，所以讲吼，你唔只有法度做。电视台王牌大记者啊！来，站起来，我看麦啊！晴天哪会生到这尼啊水？晴天，稳到哦，我陪你去哦。新郎要甲捧花献到新娘啊！上缘投的新郎要来遮上水的新娘啊！你袂当安尼就入来哦，恁伫咧外口等待发落啦。今日哦，
新娘上大，混蛋！哈！哎、欸，我跟你外头的讲哦，那想要你来看新娘哦，无这么简单啦，要经过考验才有资格你来看哈。尤其是伊林，我咧讲哦，你今日哦要娶阮晴天吼、哦，哎、欸，爱先通过考验，爱考验耐心哈。嗯，阿雄，听声音应该是环宇集团的高夫人。啊，不过伊不是好命薄吗？不是应该伫外口准备野菜的代志？啥货啊？啊，好命薄是伫咧新娘房间斗什么热闹啦？我一个叫出来。哎、欸，没啦，人高夫人嘛是好意啊，我来。今天我特别哦替你拣这个捧花，敢会当让我先入去，让你看这个捧花就好啊。那是上尾一步啦，爱先通过考验。拜托一下，因两个行做伙足济年啊，时间就是考验。啊，即马是考出来啥物考验啊？我跟你讲，爱甲拖，时间拖愈长哦，对你愈好。唔呐哦，一旦甲这财气倒起来。而且哦，佫会看出这个男方哦是毋是有诚意，哈！哎呦，我咧讲啦，恁两个人哦，拢已经做伙这么侪年啊，无差迄淡薄仔时间。哦，啊，其实就要到啊，莫佫甲新郎接话啦。嗯，我讲稍等一下，就稍等一下，你莫啰嗦啊。恁两个人，先去我动一下，先去我动一下。等你通过考验，看你爱看多久就看多久。什么考验？等下你就知影啊。啊，不过这件代志需要伴郎来斗相共。啥？我嘛要参加。伴郎本来就是要甲新郎斗相共做炮灰啊。会啊，不过。安怎？你无愿意？我愿意。你爱我安怎做，我拢配合。哦，你看，你看，你就是安尼见色忘友啊！不要紧，等你跟如实结婚的时阵哦，你就知影。哦，好啦，其实就要到啊，看要过关斩将哦，赶紧开始啊！嗯。这关叫做唐伯虎点秋香，今麦有五个人伫你面头前，你一个一个摸伊的手。那是你会当约到像是晴天，那安尼就算是你过关啦。简单啦，我买五分钟就当约出来啊。好啊，那安尼马上开始。嗯。你不是晴天？你敢知影？因为晴天袂喷这种香水。安尼你嘛认会出哦，真厉害呢，后一个。许世伟，你哪会知啊？嗯，你的眼罩是不是有破空啊？闻到你身躯顶的薰味，我就知影你是谁啊。嗯，我今麦逐天洗身躯拢洗到足香的呢，啊，而且你安尼用鼻的，你安尼做病啊？规定是讲袂当用看，无讲袂当用鼻的，搁再讲啦，用鼻的比用摸的搁较歹用呢。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那你继续摇啊。你敢有法度摇出来？佮我唔知。等下，你敢袂佮唔免用摸的就知影答案啊？你是如此。哇，无喷香水啊？你哪会知啊？因为你拄只头一看过的时阵，你身悬佮晴天无共款，你比晴天较矮一丝丝啊，所以。你是如此，你的观察力真正足好个呢，敢若是侦探呢。罗志翰，你卖乱啦！哇，好佳哉，你有摇出来。我也是想讲，你若是甲我认做是晴天，嗯，我就要嫁予你安尼，嗯，你放心，我绝对袂犯这种错误。
既然你不是晴天，那呢后一个一定是晴天啊、哦。你嘛不是晴天，伊就是晴天咯、哦，你连家己的某拢认袂出来哦。虽然我唔知影伊是啥，啊，不过伊绝对唔是晴天。哦，富贵宝，晴天根本无伫遮嘛，恁哪搞到伊人？恁到底搞我的新娘藏伫倒位啊？你的新娘来啊啦！伊哩，你真正有够憨的呢！啊，你唔是昨才见过面尔，我甲袂像牛郎甲织女同款。袂啦，一点仔拢袂憨。你若是讲唔出来哦，这位牛郎就要直接破门而入哦。安尼，我应该算是有通过考验吗？有啦，你拄只闯关的时阵哦，我拢有听到啊。我看伫这个世间上，除了晴天阿妈，应该就是你上了解伊啊。所以讲哦。你有资格做晴天的红婿，来。来，新郎，第一把新女的手牵落来咯。良辰吉日来娶亲，新娘爱跪落来向爸母啊，唔对，向阿妈哦拜拜永浴之恩，来跪落来。阿祖，姑公，多谢恁来送我出嫁。我要结婚了，虽然你一直讲我结婚了后，你的责任就完成啊，你准备袂去游山玩水啊？啊，不过你莫袂记哩，你有答应我，等你生点啊，你就要回来我的身躯边，我就靠。阿妈，你唔那是我的阿妈。也是我的爸爸妈妈，是我最重要的人。公孙的，这么多年来，你不但是阿妈的心肝宝贝孙的，你更加是阿妈的骄傲，也是阿妈活下去的动力。我即卖当看到你的身躯边有一人这么尔好的红婿，啊，你的内家嘛足疼惜你的，阿妈就知影讲，以后你一定会幸福。安尼，阿妈嘛是算是对恁爸爸有交代哦。阿祖，阿妈，姑公，感谢您，愿意把晴天交我，尤其是阿妈，多谢你特别保佑我，看到晴天对着我吃这么多苦，我那愿意把伊交我，把伊的手牵条条。过去，过去啊！哦，今仔是大喜的日子，是好日子。卖讲呀，卖讲呀，哦。我今日哦，卖向您保证，我即马开始，我绝对袂予晴天搁食苦。
我会继续保护伊，甲阮两个拢头毛喙手白。哪有人安尼讲？有啊，真侪人安尼讲诶。怀弟哦，我就是要讲到，让你阿妈放心，甲你嫁给我。就算讲以后你老狗陪了了，亲像孙女啊共款，你有完是我上细个哦。伊咳到比新娘搁较严重嘞！阿姨，莫哭啦！啊，刷落来，你是不是应该讲一寡啥物啊？啊，歹势哦，我这人够多愁善感啦。是讲阿姨啊，啊，感动归感动啦，啊，应该爱行的流程哦，嘛是爱行落去吼。不要紧啊，免催啦。啊，今仔日是大日子，凡事顺顺来就好。你讲对不？上恩大的新郎，阿姨，麻烦你啊。今日过门，上孝顺，双蝶套尾发万金。请高堂替新娘砍头洗吼。妈，今日的辈分上悬，你甲晴天砍头洗啊？啊？你袂记得拄只我甲你讲啥是无？阿姊啊，着爱你亲手吼替晴天砍头洗，安尼才会圆满。嗯。是无放下晴天，今日替晴天砍头洗，都是我。头洗现过来，添丁大发财。头洗扎头前，子孙代代出人情。伊琳，阿妈，阿妈今麦想想，甲我伤心的，心肝无法送到你啊！阿妈你放心，我绝对好好照顾晴天的。
只占一工啊，身体还挡会牢。这种交织两个人分别的法术，真无好做。若无达到我的目的，我是袂当修法的。所以吴依林甲朱晴晴今日结婚，伊还袂洞房进亲，你阁继续控制万朝远。予伊伫迄块土地顶悬，甲朱晴晴抬死，阁用朱晴晴的血去献祭迄块土地，才会当算是完成，咱才会当修化。唔对，哎，不过万家旺就算讲，伊会当入去婚礼的会场，煞无法度接住朱晴晴，一定要朱晴晴家己主动离开迄个婚礼会场。伊才有迄个机会会当下手的。唔是啊，因今日结婚，朱晴晴是新娘的，新娘哪有可能跑跑走啊？一定有发现啊！我昨天无迄个机会啊。所以我唔才会叫伊等来斗三工。我来讲，顶头这张符啊，就亲像顶届迄朱丽萍家用的同款。你家己会哦，滴在顶头，等一下缀我念。好，我来。来，什么呢？那边亲人六甲阴行，那边亲人六甲阴行，随心修好，用驾天行。随心修好，用驾天行。贵神遵旨奉行，贵神遵旨奉行。吉吉如来力，吉吉吉如来力，吉。百花神功啊！这花是要送啥？这哈、哦。会当予一个早囝去无中朱晴天，而且在短时间内面，我来发现，这叫做障眼法。哦，恁阿弟啊，把我即摆就去。这届你用你的花去无中谢克群。即个用你花，予另外一个人去梦想朱晴天，嘿，这道理根本就是同款的。因为你甲谢克群朱晴天，就是表姐，就是阿妹啊，还用至亲的花，这样当幻化出对方的模样。已经第二届啊，竟然都无发现。看起来是注定啊，爱华利用套套。我七轮酒，若是连山，就应该是完成经过做坏珍惜啊。那呢，我会专心大局，就能开始启动啊。一个无路用的身体，就准备要功德圆满。来，这里，请坐下。啊，今天你穿这么重的新娘衫，还爬楼梯，搁爱跪公妈，一定就忝哦。辛苦你啊！啊，照这么侪流程哦，真正有够忝的，无怪人讲哦。结婚一遍就够。晴天，咱已经定件了，你是面上的阿婆啊，你哪会当搁去别人啊？我是跟你讲耍笑的啊，这么认真要创啊？我当然认真啊，你讲的每一句话哦，我拢真认真对待。我知影，我有时阵就还蛮讲话，不要讲好听话啦。所以哦，我真感谢你。三弟话，你才知影啊！哦，你原来会晓自弹自唱情歌给我听，
啊，送我发带，高中无毕业就讲要跟我结婚。其实吼，你唔免讲，我嘛早就已经认定你啊。多谢你。你的手足冰的，你会寒哦。这个房间哦，冷气伤强啊，足冷的。啊，来，你先摸咧，较袂寒着。好啦，你先休困，我去回头看一下，看有啥物需要打扫的所在。你是搁袂记你啥？你小姐您好，啊，这是您阿妈请阮送过来的。我阿妈？是啦，你待下要宴客的，做无用，啊，今日巴肚枵，叫阮饭店送这鸡汤过来。啊，伫阮饭店宴客的时候，拢有这款服务啊，我更加吼。哦，好，多谢。啊，太小金玲。你给我穿到安尼，到底要创啥？算了，要创啥？你无需要管，因为那是我的代志，对不？乌云大日外，人潮大神马，真假难分辨。对。即马你就是朱晴天。你是朱晴天，你哪里去啊？不是叫你伫个新娘休息室休困。那走过来吃，敢是巴肚枵？啊，拄才送去房间的物件，无合你的口味哦。我只是想要来陪恁啦。你真正把人当作是朱晴天呢？啊，不过朱丽萍较厉害，唔知伊敢有看出来？安怎？要出嫁啊，唔甘温馨。无你，你陪晴天去新娘休息室啊，才好我国庆来发落就好啊。无啦妈，我那样拢总帮我恁。哎呦，不要紧啦。就是，啊若无你想要和新娘啊一直叠加是无？好嘞，我妈。我想陪晴天过节啊，我等下睡得啦。嗯。Bravo！ 把高我教的障眼法，我头一届用就成功啊！我实在超有天分的，一点愈来愈厉害。啊，对啊，先通知吧。爸，我以为障眼法就成功嘞，连朱丽萍都没看出来嘞。你讲我是不是叫停？不是你搞，
这是你跟朱全天是亲阿妹，那不相连。你阿妈朱丽萍嘛，因为安尼，我都看破。爸，你敢有听到啊？啊，有啦有啦，你真搞。安尼算来，咱就继续咱的计划啊。我相信哦，你嘛同款搞的，对不？当然咯、哦。这片地，唔就是总裁规划未来城的所在，还未开始正式开发，超强钱人才来这要怎啊？多地头开查囡啊，唔就是丽萍的查某孙晴天，今日是伊甲一莲的办婚礼啊，伊那多哩只，这到底是哪？实在足奇怪，想了解什么情形才阁讲。爸真正足厉害。婚礼现场遐尔侪人，拢有当骗过，我会当顺利甲朱晴天带来遮。赶紧慢掉，那不一定拍歹我的计划。好佳哉，我想到。奇怪人呢，还不来啊？超详细的单下。叫你来你就来，真乖。你找我来这做啥？伊啦，就是甲你风力基金所有代志爆料，予大家知影。迄个大记者朱晴天，本你的好客，而且当变作是大家拢知影新闻内底男主角，嘛是大家拢知影的骗子。你阁袂记啊？一个早，都整个华人小做夫，我拢认会出来。我等下去找伊算账嘞。哎，妹妹，我已经亲手把伊带到你面头前啦，你着轻轻松松甲处理掉，替你家己讨一口碗开就好啊。对啊。哎，
再给你。这是要创啥？宝刀真英雄啊！我甲你讲，这我的爱刀呢。你看，连家事也咧替你传遍遍啦，你就轻轻松松甲处理掉就好。起码，起码，伫遮。哎，奇怪，本少爷的命令你是听不清楚，听无信嘛？起码，伫遮。对啊，就是起码，就是一只甲处理掉。哎，奇怪，我讲话。你是无了解是毋是啊？就是即马就照我讲去做。实在足奇怪，除非万刁阮，我超强抓到什么脏头，无哪有可能安尼乖乖听伊的。啊，唔讲去动手，啊，你个拄着遐尔简单的代志啊，你是咧想啥？咕咕摸摸，要等日头落山是毋嘛？我甲你讲哦，本少爷无啥物耐心哦，你若无照我讲去做，你就知影。指定不对，这戆呆那不叫我跟我去走，乖。二爸，爸，你敢有听到啊？我进门总共需要你倒沙缸啦。超强，伊打电话给总裁，啊，不是讲总裁袂倒转去新加坡啊？这到底是安那？爸，你若有听，就甲我应一下啦，我所以斗三工。是阁发生什么代志啦？朱晴天今晚唔是伫武良会位置顶头？万条啊，万条啊，只个万条啊，动手就会当得到武家、朱鲁会、啊朱英、武良会啦。你讲的我拢记哩足清楚啊，啊，不过万超因就是无要配合。我嘛好指令啦，啊，不过伊就是无要顶当啊，顶当无照我讲去做，我是茫摕到朱晴天的火啦。这个万条官实在是真歹阿头，伊意志啊，过来跟我讲价，想要摆脱我对伊的控制，啊，不过我就是相信。我就甲你压落底，我唔是交予你规定符纸，提一张小阿小对万台湾话。哦，好。急急如律令，即马就除掉朱晴天，不等于我。滴滴如律令，撤。什么情形？我在姐姐，奇怪，苏晴天哪会惊醒呢？总不是在我家。万条湾，你从哪里在不上啊？你别学袂来哦，哪怕我袂帮你做。
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对对对，安尼就对啊，上好准。超强乃是种奇态表情，敢讲伊甲万条馆讲好，爱万条馆去伤害晴天，别相信。虽然到今嘛还袂摸好清楚，兼过绝对袂当把这金金看到晴天有危险。万条馆，不要变了，我听到。等等，万条馆，你别乱去啊！你别冲啊！啊！等你就知啊。你别过来！慢点，你别过来！你是安怎被拄啊动手？今天，你慢过，今天，慢过，你慢过啦，今天，慢过，你慢过。今天啊，你的嘴干无？有嘴哦。小英，你哪会走遐去啊？他是想害啊！你也真想，耍赖的变阿许耍，这摆是变安怎？晴天。晴天啊！阿妈，我喘气，阿妈想讲，迄杯落去涂骹这大声，你哪拢无反应啊？忝，足忝的。啊，你透早就起来无用分嘞，当然嘛忝。无你继续休困啦，阿妈哦来拿扫帚，把这涂骹处理理的吼，莫来扫啊。一定是我太过紧张啊！才安尼。今仔是晴天大好的日子，爸甲客群伫天顶，嘛拢一定会保庇伊顺利圆满。放开啊！李坚持，坚持，后头你慢几步，那么你人物上身啊！你假扮鬼，你先讲啥啦？前天你跑到啥干嘛？咱今日去救人，有听到无？救人？救人无在阮计划内底。朱晴天。天堂有路你不行，地下无门你也袂闯，这都是了我万条湾的下场，是你家己做起来的。万条湾，万条湾，你敢做鬼哦？你谈了个什么账？万条湾，你干嘛吧？你到底是来变啥梦啊？我拄才有看到你打电话给恁爸，恁爸讲阮做你安尼做，是你，甲万条湾联合起来，你害死陈天生。吴建杰，我拜托你，较冷静了好不好？
你拄仔嘛有看，那是万朝云甲朱晴天有私人的恩怨，伊才会下手，甲我甲阮爸有啥物关系？你当作我是娘，我是要跟你过来，都是我有看到。万朝我无听你的话，你就打电话给恁爸，然后又提壶啊，你念酒，你就开始动作。敢讲，伊是受到恁爸发誓的控制，恁爸已经恶性、监督性的发誓性，哈？你在讲啥？我听无啦。你听无？你对阿明明就讲，这是你的计划。你莫想要硬咬哦。即摆晴天，互你甲恁爸计划害死啊！我都无可能互你两个人逍遥法外，有听到无？我即摆就送你去警察局。闪啦！你真正是麻瓜呢。我看你可以叫做王咬金好啊，假博呢？你是真是无用汤鸡啊！你，啊、你真是白卖！若不是阮妈甲你救，你早就各路通拍鼓啊！讲为着什么无重要正义感，来恩将仇报？无重要的正义感，你良心给教破去啊！还是讲，恁爸自头到尾拢知影你是咧创啥？甚至这都是伊的计划，是伊叫你去完成的，听。我说你在替你拄着，我甲阮爸崇高的理想，我说要甲你讲。所以恁爸救我，我是有目的的。你到底想要从啥？你的计划到底是啥？陈秋，你这款的凡人，就算我甲你讲，你嘛唔了解。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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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将，既然这不是你的主意，叫恁爸出来讲。我跟你讲，莫牵拖着阮爸。站出来！你敢不说出来，给我介绍清楚。你若讲唔讲话，我就把恁囝送去警察局。你执行我了。爸。你唔免管我啦，王永金若替我无法，我禁会着啦。我替你无法，我都唔信拍你无好，我都唔信江中林会忍受会着。我因为曹翔对我真大用处，为告王家呢继续乱下去，我才想办法甲控制着。不信，把你拍到剩一口气，你也无要睬你。王金，你把草墙放开，有听无？听我令，为我用，送我吃西，立我吃红，积极努力的。Fuck.
爸真的很厉害，真的是我的神耶。你要跟阮亲戚结交，以后我会听你的话，好好看待你。跟我拍，天公伯都唔敢你跟我拍，好大胆啊你！不是，我跟你讲，看你是大，即个原谅你啊，后盖跟安尼哦，我照三顿，照粗暴的讲。了解，爸哥给我一个惊喜啊，实在是哦 ，Magic。头先，那是无其他代志，咱今日归家。等一下啦，我要看卖你地下情形，状况安怎？行。看起来是死透透啊！赞，一张转去啊！行。我早就不是母家的少爷，带什么高级白班？我即马就是一个无爸无母、无钱无势、什么拢无的回馆服务生，甚至嘛只有可能会沉迷一世人。恁若是无法度跟我过这款生活，你会当做你走，你唔免对我吃苦。相公，我无法度跟你过这种日子啦。啊，不过明明就有机会跟恁妹当过好日子。啊！你是安怎要超过伊，互家己拍伫个土脚食土？迄拢毋是属于我的，我已经什么拢无爱啊！我什么拢无爱啊！我即马我有什么意，我拢唔知影。你有法度了解我什么情无？好，老公，你还阁有我啊？哦。好佳哉，这点伤无了吧？若无我绝对家有信心，这牙鸡累死。若是有信心无来，靖宇真正是去予你好起来，你可能早就去予阮爸弟弟死啊！你哪有机会伫咧遮怨叹？恁爸真正变来足奇怪了，敢若样样变一个人，我看真正要找一个时间。叫伊来这间病院，真辛苦，小看一下。阮爸只是压力大，也够有好你去的啦。伊唔免看这么真辛苦啦。你哦，都是伊精神无稳定上大的原因。伊只要想较远的，甚至离开阮爸，伊就好离离啊。阿爸唔是讲要来接啦，行啦。你要听我这个青梅想要创啥？你走，你走，你去找别人，你就会当过以前的生活。相公，你啥物拢无？在我的眼内，你还阁有才情啊！你一定会当东山再起的。对啦对啦，有信心哦，啥物拢有啦。你有关系，有受伤，还阁有青梅。
而且你还有一大堆负面新闻，你真的是多才多艺呢，你应该感觉很满足啊。这个要哪会当跟你比啊？你有一个死翁的牌位爱摆呢，还有一个小气的女儿爱照顾呢。对啦，你今仔日敢有去警察局报道啊？等后届开庭，我保证信贤会爆料搁较济，让你搁让人抓你去关。你实在是，阮这律师团一定会替新民脱罪，我一点成果拢无，清清气气走出法院，而且阮搁要告吴信贤诽谤伪证，法院来去坐监。而且阁是一个车迷犯人。我想起来啊，是郑素云开车要甲阮弄的，车祸是伊制造的，伊就是害郑宇出车祸的人。我竟然因为失眠受到刺激，就袂记一点啊！哎呦，可怜哦！吴信贤，你听一下，弄硬气啊呢？廖孟子，你想康想胖，规个就笑想要做母家的小奶奶，结果这个假母下药去用赶出去了，你哦，就只会当做一个假母夫人，是山寨版呢。万思敏，你家己是搁偌好啊，名声拢臭气啊，搁敢这么红笑？哇，孟子，别有介用冤啊！稍我回来白吧。我真嘛，平段甲恁计较啦。哎，真有信心哦，嘛是好啦。知影看到我，偏爱默默的离开。喂，超远啊！你今麦伫个日月星饭店？哦，好，我知影。恁爸叫咱去会场，直接甲伊会合。行啦，哪个临时改变主意啊？老公，你叫我送你离开，是毋是有啥物话要甲我讲？无毋对，你等下赶紧敲电话给罗丹甲罗夫人。我请你通知靖宇，我有重要代志要甲伊讲。哦。欢迎光临。小姐，你也刚刚真好呢。若是讲到护色角色哦，我的白主是上赞的。其实我什么都唔捌，是因为我想要送给吴妮头上的姊妹啊。有人推荐我来看一个小紫护发膜，之前有朋友用过小紫洗发精，感觉真好用，讲即卖有上新的紫色发膜。确实是安尼，你若是无赶时间，咱来去遐试看卖。用小紫洗发精洗头了哦，更有几罐小紫护发膜抹在发尾，几罐内面哦，
有顶级鱼子香护发配方，还有58种的植物萃取精华，护发料修护发尾，发质变好拢是小 case 呀。和好配方遵从你的头章，在头章顶面停留5分钟到10分钟了后，搁用水冲掉，延缓你后的褪色变黄，维持雾感发色，维护头章打打擦擦。你嘛是拢用这個？是啊，其实我已经有你一阵嘛。之前啊，我的头章嘛足歹照顾的，你看，这是我之前的头章。起码哦，我拢用小指护发膜来维持我现在的发色。你的头章真好看，袂伤芳，啊，不过。真有疗愈感，这款精品级的疗愈香味哦，别个讲是行到倒位拢自带香气。那是真好，阿兄，我已经找到会当维持发色、个当护发的救星了。老夫人，你好。你也是来参加文清天婚礼啊？欢迎欢迎。老夫人，时间过这么久啊，你还认得我？当然啦，虽然咱还没见面，啊，不过你是丽萍笑眯眯的好媳妇。别说是丽萍啦，我只要想到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你在东俊的身躯边来照顾。我就感觉是董俊顶世人受来的福气，那拢过去啊。那不是董俊家费力，遐尼袂好想，阿达，你还是我的好孙媳妇嘞。讲起来吼，是阮无遐福气啦。佫较卖讲，伊甲子谦佫联合，我一想到吼，因两个做伙反背你吼，甚至是，我就感觉。真对不起你，老夫人，你无错，因为因感觉对我袂得过。你即摆想的是，你除了晴天，还佫有一个真好真好囝仔孙子涵。是啦，子倩死了，子涵是伊这世人做过上好的代志啊。啊，对啦，老夫人，这送你。咱这么久无见面，你一见面就送我物件哦。好的物件，就是要让大家知影，爱甲大家分享啊。今仔日的囡仔虽然要结婚啊，你更加应该把身体顾好些。这红树林下药是医生亲身吃过，嘛一直推荐的好物件。多谢啦。来，亲像你这么好的查某囡仔，一定拄到更加好的对象。达你更加幸福的人生。其实，只要活得精彩，一个人也能过得真幸福。咱拢是家己人，啊！恁来参加亲戚的婚礼，我就足欢喜呀。那得搁炸什么礼物跟红包啦？阿姨，唔免这么客气啊！红包是阮对晴天甲一玲的祝福，本来就爱包啊。是啊，一玲甲晴天也算是甲我交情真好的时阵，要祝福伊，红包当然包啊大包的啊。丽萍姐啊，无要紧啦，你着当作伊两个人哦是来合适的，啊，到时阵伊两人结婚的时阵，你才包都登记就好啊。晴天，阿嬷带文瑶跟超韵回来看你哦。你是安怎啦？哪会让人惊到？来来来来来，晴天，你的手哪会这冰啊？我拄才替你抹迄领披肩呢，哈？我袂寒啦。哎呦，我哪会知啥物披肩啊？
是要用什么理由叫人离开？那不别空，我就害安尼。晴天啊，啊，阮这么侪人礼拜，敢会叫了你休困啊？妈，啊，你看伊踮遐耍手机啊，就表示已经困饱啦。今仔的婚礼吼，伊是女主角呢。啊，所有的讲讲吼，拢在伊的身上。啊，到时阵一出场，一定精神百倍，气势如虹，惊艳全场。古公讲啊对无？我拄则伫外口看到恁的婚纱照，真正足水的。恁两个真正是郎才女貌，我祝贺恁幸福美满，百年好合。啊，多谢。今天虽然咱识识无偌久，啊，不过之前哦，伫病院看到你尽心尽力在照顾你阿妈，我就知影你是一个真体贴、真勇敢的查某囡仔。我相信你甲依林一定会当永浴爱河，白头到老的。多谢你的祝福，希望我会当分一挂喜气给你，甲文小姐。还有一对新人，就是你啦。依林啊，是讲啥啦？我嘛算是看恁两个一路安尼行过来，虽然过程哦有一点坎坷，啊，不过嘛是因为安尼，这种感情哦，恁俩好好珍惜。我记以前我来西藏采访时阵哦，西藏人讲哦，幸福是圆的，真无简单排，所以得到幸福时阵，一定要专心去保护伊。这个句话哦，恁俩好好记心内。我会啊。我甲晴天这五年来，行过足侪风风雨雨，开始手唔捌放过话，所以为即马开始，我会特别珍惜这无简单的感情。是啦，啊，这五年哦，阮两个有足美好的记忆，啊，逐天拢过了足欢喜的，以后嘛一定会继续幸福的。恁大家现在一直看我，我讲唔对。晴天，依林啊，这五年来拢关在龙华来呢。现在你会讲，你有真侪记忆，逐工我过啊真欢喜。啊，我的意思是讲哦，啊，伊伫个龙华来，啊，我若是有闲哦，就去甲伊看，安尼嘛算是阮两个。美好记忆嘛哈，你拄则讲，你常常去龙华来甲伊啉面花啊，所以讲这五年来你摕我的钱，啊，不过你无出国去留学，你拢留伫咧台湾，甲伊啉咧谈恋爱。我的意思是讲哦，我。出国回来有闲就去家看。你回来台湾不过一年的时间，一年啊，伊就出国啊呢。你是要哪请请去家看？你即马当作坐家是住饭店，还是夏令营？你想要去约会就去约会哦。照你讲啊，你不应该讲出这种互相矛盾阁讲不通的话呢。除非你根本就不是朱晴天啊！你是在说啥？我就是晴天啊！李明姐，你安尼是在说啥？我给你父亲那块玉，奈无去。有会，我袂记得啊！啊，班长，我巴肚就疼啊，我先去便所。等你。这条辅助手链，唔是我给晴天那条，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晴天，你到底是啥？讲！李平姐啊，你是咧有白讲啥啦？啊！你哪会糊里糊涂对晴天讲这话啊？
你袂认你的查某孙哦？有时阵亲目睭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啦。尤其是对方嘛，知影发出的时阵。停我！停！请你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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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啥哈？有人施展障眼法，所以咱大家才会把伊看作是晴天。啊，不过奇怪是，这款障眼法甲进前我方做法，看到客群同款，拢必须爱有甲晴天同起的花，才好多进行。是啊，对方有法度一遍搁一遍做这款代志。对啊，就讲。啊，绝对是恁谢克群啊！伊当初伫外口浪流连四界流情啊，所以唔呐，亲天这查某囝，反正伊佮其他查某囝仔佫生囡仔，所以当然冇其他虾米。克群唔是这款人啦，你莫唔知头唔知尾，话啥你也袂讲好。克群，克群，叫我真好，你佮伊有熟识哦？还是讲你，你佮伊有哪关系哦？啊，无你是咧激动安怎啦？我哪有激动？我哪有可能甲伊有关系？迄是因为客群哦，是晴天的爸爸，啊又搁是丽萍姐的后生，哪有可能歹到倒位去啊？啊，惠弟哦，你就是莫有被批评人囡仔就对啦。我是分析代志的可能性尔。刚才讲啊，朱丽萍啊，伊拢无意见啦，伊是住啊咧搞卫生的啦。啊，讲我袂输囡仔，你计查某囝。爸，无时间伤济啊啦，即摆上要紧是找到。真假晴天，简单啦，你先问伊就好。来，谁叫你安尼做？敢是江中林？伊到底咧偌济好处？我嘛唔知伊是谁，一个查甫人叫我来遮叫做晴天。伊讲若是代事办煞好，伊就会给我一大笔钱。迄人是谁？警告，到底是谁？我唔知啦，伊有帮我讲伊叫啥名，我嘛袂记伊生啥款啊。你拢袂记啊？无要紧啦，我替你回复记你。哎，你是要甲揣倒啦？一般对这种失去记忆啊，是精神不太正常的啊。我会甲抓去浸冷水，啊，若无，就会伫咧天顶安尼害来害去。若是还佫无效啊，我就甲揣去动物园，互伊落去甲狮大咧叫来叫去啊。我甲你保证，伊连顶世人的代志嘛，全部拢记起来。是的啦。我唔是超过伊骗你个啊，我家己嘛唔知影，你甲我拍死嘛无效啊！你是要来无啦？好啊啦，即马更是起歹时阵，咱要去想办法找到晴天，这较要紧啦。你若要较有效率哦，直接去找江中林啦，怕平时咧变鬼变怪。哎，你莫甘花无，你无乱昏暗好无？你凭什么认为讲这件代志一定甲伊有关系啊？主张江中林啊！主动要替依林，还佫有晴天穿新娘房开始，奇怪的代志就小连续发生啊！抓来朱丽萍，伊看过伊块地了，伊回来就看到谢克群的反应差一点仔无名。这个代志啊，绝对甲江中林有关系。佮加上伊的永白江道生啊，专门咧舞一挂邪术啊，所以江中林一定是有继承伊一挂法术啊。这个怀疑啊，我真侪都讲过真侪遍。相公永白向邪术。做好事的就一定要继承啊！哎，阮翁自头到尾哦，就是一个心理人啦。咱一生哦，都想要报答丽萍姐对伊的温情，伊哪有可能对晴天下手哈？伊安尼做一定是甲迄块土地有关系啊，因为伊伫阮所有人的面头前啊，讲伊一定会甲迄块土地啊处理好清气。这个表示讲，伊一定有其他的法术啊，做袂到的邪术。为着靠伊是要甲晴天啊掠去遐做法限制。所以才会把当土的时间啊定伫个婚礼过程间。而且我看伊这种做法应该嘛唔是头一遍啊，讲者较无算啦。我都为一个乞食囡仔做到大总裁啊，反正嘛是靠些鸡毛蒜皮啦，才较致命啦。哎，你真正愈讲愈离谱呢。
倒来江总裁，敢有可能是万条万？因为今天甲风力经验内幕拢揭出来，把万条万落座，所以万条万嘛真有可能就是算数。伊万条万的个性，确实有嫌疑。恁真正想看会去万条万呢？伊若讲啊，杀人放火也是贪污提钱，甚至也做伤天害理的代志啊！万条万确实真厉害啊！啊，不过拄则恁大家拢亲目睭看到，这个查某囡仔，这个障眼法，啊，搁有这个夫人，这万条万敢会晓？哎呦，管伊会晓未晓，咱即马爱把握时间，大家分头去进行，好不好？迄个，你跟我去江中林迄块地来找看卖，其他的人拜托你。查一下万条万的下落，先做收看嘛。晴天有可能会出现的所在，我跟你做一起，进来。一包红包有大包无？要交人工还是如何嘛？万条万，你真要我超过？阿姨，我是真正的地守员，我是地守员。你意思是讲，你哦，你真真正正是我地心婆的走娘？我等来啊！陈大公的讲是真实的，今天的失踪真正是阮阿爹变鬼变怪啊！我绝对会问出，就安尼失败。妈。才拄好，你嘛来参加婚礼。你为着我让金玉知影这个秘密，你无带了这段时间，你无法假的结婚，你要甜的命，就要伊陷害我。这个媳妇，你敢唔来教死伊哦？你唔是我的妈妈，你是假的。阿公跟林凤阿姨去倒位，是不是你对下手阿姨在倒位？倒位，你敢讲啊？我唔知。小妹妹啊，你唔是地主啊，你是丁慧官。丁慧官，你拢无白。我今天就要跟你算账，算好清楚。你当我老的石头，拢叫我崩掉啊！我嘴鼓鼓的。我这些老骨头哦，我叫你干的，我崩掉啦！我不要你继续。这把小妈妈我等来，计未晓搞，我来搞。搞白条啊！你害阮大家死，这条。我绝对要偷到上来！情意如诗，酒中泪，奈何今生已了情。酒中的泪啥滋味？醉过人才知影，风流潇洒笑风尘，爱恨情缘别离，甘愿为你醉千年，一世情我无幸命。情多情醉落魄，爱恨情缘别离，甘愿为你醉千年，一世情我无幸命，天生多情醉落魄，以上节目由宜兰鹤地法 Holy One 庄园冠名赞助播出。